柔寿20多年的黄绸堂考有素食的丙级执照，喜爱研究创意料理的他呀，将金黄的南瓜和翠绿的雪里红结合，让绵密的口感增添清脆，又让咸涩的滋味呢带出了甘甜。另外，他还要教大家制作茶一把汤哦，到底是虾米呀？赶快来看看喽！新书派刚刚带来来欢迎这一位，恭喜他有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女儿的绸堂师姐，师姐您好，哎，佳姐姐好，大家好，哎，他的名字多好，本来说自己嫌自己名字是蔡奇亚名对吧？哎，对，嘛无蔡奇亚名，无啥物人叫这款名嘞，绸堂堂，你是讲足爽的是嘿。光看那个名字就想说，哦，这个人一定好甜哦，糖已经够甜了，他还愁糖。对啊，师姐们会这样子讲啊。哦，对，我们是这样讲，是蜜蜜，对嘛，甜蜜蜜啊。这样。那现在呢，叫做 sweet， 甜蜜蜜师姐。对啊，有的师姐会这样，会这样跟我开玩笑啊，他们开玩笑啊。对呀，真的啊。好，其实你真的是甜蜜蜜，为什么呢？我们现在看看师姐那个眼睛，谢谢，就是在笑，谢谢，随时随地都在笑哈。谢谢。好，那我们就要来看我们这位绸堂甜蜜蜜师姐，为什么她有一个有智慧的女儿？那我们就边做好边跟我们聊天，而且她很爱做菜，对，很爱做料理，对吧？那你今天要做的是什么？我今天是做比较普通家庭式的哈，最好南瓜。南瓜炒雪里红，南瓜跟雪里红配在一起，对哦，可以配在一起。然后呢，酸菜起落汤，原则上这个在餐厅哈，叫做那柴把汤，哇，就行。你光看咱俩去以前人到山上那把茶啦什么就捆起来，把什么都捆在一起啊，柴把汤啊。我有在那个素食小吃店里面有看到这个柴把汤，就是这个。一直在想象那个叫柴把汤，对，今天终于了解了。砍柴的柴，对啊，把它绑成一把一把，叫做柴把汤。所以等一下你要捆啊，来绑个后啊。我们都很迫不及待想学。那首先要请大家哈，先看一下，别急，看一下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跟调味料。南瓜雪里红，材料有南瓜半斤、雪里红4两、姜30克、辣椒少许。调味料有糖2小匙、盐、香菇粉。香油各少许。那要先做哪一样？先做这样。好，来，首先要切什么？切南瓜。切给我们看哦。虽然你今天切好，还是切给我们看。对。它南瓜有要选吗？南瓜哪一类的吗？大部分我比较喜欢这种圆的。你喜欢这种圆圆？哎。哦。这不是台湾原生种的那种，台湾原生种是绿绿花的，然后对对对，哎啊，它这个类似就跟那个进口那个红色的那个，但是它这个皮很绿，这个叫栗，这它是那个栗子南瓜，哦，栗子南瓜，栗子南瓜，你喜欢它的那个口感？对，它现在这个时期它比较好吃，这个时候啊，因为有时候哈就切这样子就好了，把它切好，就放在这里哦，好，那我放在这边哈。哦，要先把南瓜先炒一下，因为用点油哈，嘿，这个类似跟那个红萝卜，把它那个释放出来，先炒一下，把那个好，把那个里面的茄红素啊什么的先炒出来，用油它才会分解出来。OK， 好，这样子，我来需要，我来顾，需要放水，你要放啊，还是要才会熟啊？对嘛，不然呢，那个南瓜那么。请问放多少？差不多一碗，我们吃完那个，再多。好 ，OK 吗？对，再一些，等一下滚。哦，对，要让它。因为盖要盖盖子吗？要盖比较快。盖起来。好，然后这边都开火。这边也开火。炒雪里红。好，我们放一些油。好，那我们先放姜末。姜末。OK。其实做小吃生意做几十年了，做三十几年，30多年，对，30多年，那时候孩子都还小吧？哎，最小的5个月，最大的9个月，最小才5个月，那时候最大就有10几岁了吧？没有，9岁，最大的9岁。哇，30几年前哦。对，那时候
本来我们是开电器行啊，那一下生意转到路边去，我师兄怎么会电器行会转行呢？电器行不是经营不当啊，他到国外到国外去投资啊。其实男人呐、啊，真的很想要闯点事业，赚点钱嘛，对，也是为了家庭嘛，对不对？是，嗯，他的出发点是好的。过几个月他就没办法，他就去美国。他有个哥哥在那边，生意失败就回来做路边，做路边的。哎，我们去水源市场路边先去购摆摊。哦，那我们现在就是放些糖。哎，其实你现在自己回想起来哈，往事不堪回首。可是我觉得啦，你那时候才年轻，然后放点水来，放点水。其实哈，年轻的时候吃点苦还好，是年轻的吃苦，现在老了没体力了，老了来吃苦就麻烦了，对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少年郎吃苦卖万谈，好，黑喜生活要历练嘛，哈，对，后来现在后来再来是，其实就是两样东西先这样子做，对，已经算是。等他们都熟了再摆在一起，对不对？现在是小火吗？嘿、hey, ，对，我用的是小火。可以大一点吗？好，可以。因为它这两个要配在一起，先给它滚，然后再小火，这样比较快。这样滚呢？哎、hey. ，你看安尼如何？哎、hey, ，再继续煮，好不好？把它水分收干一点。Hey, 对，好。那我现在也是给它加一些糖。好，你也给它里面加一些糖。Hey, 我加一些糖。所以他用大火煮一下没关系了哈，嘿，加一点盐。哎，真的，第一次看到那个雪里红配南瓜，这应该很好吃才对哈，但是没有想到他们是可以配耶，啊，可以配，它也可以配豆腐。对呀、啊，配豆腐我想是可以的，配南瓜，哎，这个就特别了。你说那个时候，你说小孩子这么小，然后对几个啊？四个。哎呦，就是那个。生产报国呢，哈！生产报国，那种叫做往事不堪回首。那时候辛苦，很多人都是在年轻时候辛苦过来的啦，对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说现在呢，你看孙子都几岁了？对，孙子十二岁。你看，啊，你看，你想看嘛？你今麦是不是就好命？哈，进来吃去就好命，真的是就好命，因为好不好命？现在哈，好不好？一般我是用那个因为它这个雪里红本身是咸。如果你自己可以做，有三种可以用哈。啊，如果你是买的，小松菜、阿狗上面，还有那个芥菜，小芥菜。对，我也有看过新鲜的雪里红雪菜呢。对，啊，你如果是外面买的话，你要泡一下，要不然会太咸。啊，你如果自己做的，你会适量做，就不会就会刚刚好。像我们在香积，所以自己做，我们其实真的告诉大家，就是把那个菜买回来，对，然后怎么做，把它摆在，比如说这是新鲜的嘛，啊，就是用那个盐，对，暖暖，悄悄，它悄悄暖暖，对对嘿。然后你如果放时间放久一点，它不会那么呛。啊，你厉害，你的妈那么呛，你就时间放了两个钟头多少，你再来弄，或是过个月也没关系，反正你自己再吃。好，啊，你弄了要马上吃，会很呛，那呛菜就是这样的。哦，一瓶刚出来。哎，那个是另外一种很过瘾的感觉。对对对，但是不敢吃。哦，我爱吃，没办法。哦，现在我了解了。如果我自己做，我想吃那个呛呛的味道的话，我就不要让它腌太久。啊，因为哈，像我现在会放一点香菇粉，为什么？因为在市面没有人全部是吃素的，你专门用糖在调味，他觉得怪怪的。哦，所以你还放了一点香菇粉，一直先它综合一下。哦，是是是，让它还是感觉到味，对，味真的，哎，味道，我会针对这样子。我现在我这个好了哈，我在等它。在等他，是不是？你等到什么时候？他熟了就好了。我先是要问你，你是到底那时候是等到什么时候？你们那个亲爱的安娜达才从美国回来？两年。那时候哈，因为我还是要国中，还有会叛逆期嘛，还有一定是要一个黑脸一个白脸，一个黑脸白，所以他回来当黑脸是吧？哦，两年后从美国又回来了是吧？对。那回来就没再出门了？没有。哎，回来就一年剧组啊，一年就进入此剧。哦，是真的吗？他是回来之后？对，像我师兄他进来培训哈，我们也是以前有来当员工的，我就一共一外，下面我做也看亏啊，那我就说我就请人替他，让他去培训，把他推出去护持他就好了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来这边也是因为这里也改了习性啊。
以前从来不准时，不时间不准时啊。好了。那这个也好了，然后他们呢就二合一了。对，他们就是二合一，这个我是要摆饰而已。哦，哦，好有趣哦，嗯，好好期待，赶快吃这种叫做雪里红配南瓜，然后再把它混在一起。对，把它混在一起。还要煮吗？就不要了。那我们等一下就可以盛盘了。对。那这个时候先给它焖一下，是不是？对。就盖一下。好，现在就要来煮这个汤了。来，酸菜蒟蒻汤，材料有酸菜半斤、蒟蒻四两、竹笋一只、红萝卜半条、干香菇两朵、鲜香菇两朵、素火腿片两片、芹菜适量、护瓜丝适量、姜30克。调味料有盐、胡椒粉、香油、香菇粉。糖各适量。好，然后现在就是要做这个叫做柴把汤，要来学习如何绑那个柴把。好，这个柴把要如何做？现在就是把那个酸菜、红萝卜、香菇都切条，蒟蒻，笋子，这个是基本的，这是基本的，基本配备，这基本配备哈。啊，加一味素火腿，加一点素火腿，对呀，这是跟着以前的这样演变过来，换换一点，其实也是可以加一些鲜味，这就是那个护瓜的那个丝，把它这样子，把它弄在一起，先学起来哈。如果说是做生意啦，对，这个要一次要把它多绑一些起来，对对对，磨北湖，磨北湖，嘿，我刚就是怕来不及，所以我就先刚就先弄。那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这样绑起来的话，需要怎么样把它保存它的新鲜？你也无时间，你打钢把哦，哈，打钢用哦。现在我店里没有用，自己吃才用这个。我是说，如果说我们做生意的话，其实可以一次，对对对，把它折啊，更拎到。不要冷冻，你每天弄不要冷冻。好，这个冷冻我就比它那像这个吃这样子，冷冻可能会不好吃。不好吃，对。现在就这样子哈，放着，把它拔两次，两个，是绕两圈，两个。我觉得打个结就好了。对，打个结就好了，这样子就好。老板娘，最棍了，最棍了哈，就这样子，就这么简单，好。好，我们就放姜丝，放一些姜丝。哎呦。啊，够鲜的！哎，这个自己在家里面这样煮一碗多棒！哦，这晚上肚子饿了哈，肚子饿了可以拿来当宵夜，吃了又不会胖，然后又有营养又好吃。蒟蒻就是像清道夫啊，对呀，蒟蒻像清道夫啊，是啊。然后放点糖，因为咸菜了哈，放点糖，那个小小。哦，基本我是都是用糖，大部分都是用糖。好，啊，就是说刚刚说的哈，就是放一点提味，提味，提味就好了。然后这样好了哈，我们就可以把它放进去了，还可以煮汤了。比如说这些剩的哈，你可以把它丢下去，我们就把它丢下去，好吗？还是这样？你是说剩的？你如果有剩的，如果是没有关系呀，那个不用丢。不用哈，那我们就切一个。照原来的，照一个，我们就最原来，就切末。照你的那个做法，就让它的汤漂亮漂亮。好，就这样子哈。来，我们这个把它放下去哈。哦，这个时候水滚浆放下去，我就可以下去，然后就可以把这个。柴把放下去，柴把放下去，对。哎呀，就是这样。好，这个吃了不会胖，可以多吃一点。对，多吃。那我们就全部下去好了。所以新鲜香菇是另外再放。其实这些什么东西都可以放，是不是？对，不是它，因为哦，这个素的哈，大部分你要放点菇类，它才会有鲜鲜味。鲜味，对，要放点菇类比较好。那现在那个可爱的女儿啦。那个女儿，你说她增长了你的智慧。那个女儿是老大还是老大？老大。对。她是在什么时候，增长了你的这个智慧跟人生的转变？几岁的时候？20岁。啊，20岁。20岁。她怎么了？我们放点香油提味哈。她是跟你分享了什么？
不是，他有一天他吃东西，他光是吃菜，他不吃肉，他不吃肉了。我就问他说他看电视，好可怜啊，那些众生很可怜啊，他不吃的。那我看这样是不行啊，甚至在成长20岁嘛哈。那我就好吧，我也挣扎一阵子，我说好吧，就全部菜全部是素菜，但只有一样，或者是给那些要吃荤的啊，汤也全部是素的。我们是从这样在转。哦，这样子慢慢的转，也要配合一两个不吃的啊，6个人有2个不吃素嘛。哇，那人家投票，你们票数比较高。我们票数比较高啊，所以我孙子也是跟我一样啊，他跟我素就要跟我吃啊，所以马西乖乖的配合。会，他会，啊，好，这样 OK 了 ，OK 了，好。所以说呢，所以这样是很简单，很简单，好了哈，对不对哈？最后才要那个好，我们等一下放，没有没关系，等一下我先来吃这个好不好？好，因为这个简直就是太神奇了。因为在这里我没有试，也不是要放点那个雪菜才会比较好吃。对呀，就是要混着雪菜，要混着雪菜吃，味道我不知道放的够不够，因为在家里是比较大盘。因为我每次煮很大盘，这个小量我必须还在斟酌。我跟你说这个实话好不好？我不爱吃南瓜。你不爱吃南瓜？可是南瓜酱跟它配起来好好吃哦。好吃啊，因为它鲜的。它鲜的。不爱吃是因为南瓜好甜哦。觉得我总觉得南瓜好像应该做成那个甜的比较对啊。所以我没有很爱吃南瓜，但是它这样配在一起就觉得很好吃。觉得很好吃。然后呢，这个就叫做柴把汤，柴把一把一把的，对，好，这样子吃起来如何呢？它是脆脆，感觉清爽这样的感觉啊，是这样子。哦，好好吃哦。这个真的做起来，如果说是晚上爱漂亮的女生用这个拿来当宵夜，哎，对，它里面有蒟蒻。对呀，又可以管饱，然后又为了发胖，然后又美容，竹笋有纤维。还有胡萝卜素哈，它都有。好，对，有空的时候在家里面呢，就好好的把它一把一把的绑起来，然后把冰冰在，不要紧的，绑起来，然后这个冰起来，哎，冰起来可以放2-3天，哎，放着。好，那这个真的就是照这个方式做，是简单呐，我做这样子比较简单，是好吃，啊，清爽这样子，真的感恩，谢谢，感恩，好吃，好吃哈。南瓜雪里红做法是：南瓜不去皮切块，以少许的油略炒之后，再加水盖过南瓜之后，加盐、糖，焖煮约5分钟，焖至熟软。起油锅，爆香姜末，再加入切碎的雪里红拌炒，再加入糖、少许的清水、香菇粉调味。最后放入辣椒丝，并且和南瓜混合拌匀就可以了。酸菜蒟蒻汤做法是：泡软的香菇、酸菜、红萝卜、蒟蒻、烫过的竹笋、素火腿全部切条，再用泡软的胡瓜丝绑起来备用。鲜香菇切丝，芹菜切末备用。锅中加水煮滚，加入姜丝、盐、胡椒粉、糖、香菇粉，绑好的食材以及香菇丝煮熟，最后再滴点香油，撒上芹菜末就可以了。看到了没有，我现在在跟这些小朋友学做香鸡料理耶。这里呢是位于文山区的一所幼儿园啊，这边的园长在园区里面推广素食啊，已经很久很久了。今天呢还有慈济的师姐跟我们来分享要怎么样来做创意素食啊，听说很简单耶，连这些小朋友他们都会啊，我们一起来学学看吧。来到小朋友的世界真的是新奇又有趣，听他们的童言童语，看看他们一举手一投足，真的像是可爱的小天使啊。听说今年8月份还有许多小朋友参与了小志工的金藏演绎，他们会唱经文比手语，还能够将法语落实在生活当中呢。早上他们熏法香，
改变自己爱发脾气呀、还有贪欲很强，或是说会跟爸爸妈妈顶嘴。那借由这样子的入经藏，有这么好的经典让孩子他们去听闻，这两三个礼拜下来，孩子真的都在进步中。这所幼儿园历史非常的悠久，在1980年就成立的。自从十几年前呢，现任园长陈淑信接管幼儿园，他就希望能够为孩子们做点什么。于是啊，第一步他决定要在园区里实行全素食。素食对孩子来说是最好的食材。我自己吃素之后，觉得身体免疫力也增强了，那生病感冒的那个次数都减少了。素食对我们整个地球来说，它是一个环保的，所以我觉得说吃素，不管对自己或是对我们整个地球来说，都是有好处。虽然刚开始实行素食的时候呢，许多家长啊担心小朋友营养不够，但是淑信师姐努力搜集素食的营养资讯与食谱做法，增加餐点的变化性，让孩子们吃得开心，吃得健康。最喜欢吃什么菜啊？茄子、花椰菜、玉米，通通喜欢。然后再将慈济人文和静思语教学深入园区，启发孩子的善念和善行，如此的双管齐下，让家长十分的安心哦。我记得孩子第一次从学校回来讲的，让我觉得最感动的一句静思语就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做。哇，好感动哦，老师可以这样子教他们，觉得我也跟着孩子一起成长。小朋友回去本来是一个很急躁的小朋友，来这边之后经过老师这边教导啊训练之后，就变得比较沉稳，回去帮忙洗碗什么之类的，他都会非常的乐意帮忙这样子。所以非常感谢这些老师啊，细心教导这样。可以告诉大家，其实每一个孩子在这边，他们的柔软心你可以看得到，他们都是未来佛小菩萨，所以在他身上看到那种很纯真很善良那一面，我觉得自己也蛮开心的。为什么不吃肉呢？因为这样子世界会很多脏空气，因为小动物很可怜，如果我们吃掉的话，肚子里就会有不好的空气，然后会造成地球暖化。我邀约大家一起来吃素食。哇，这些小朋友们所说的话听起来就是特别的悦耳动听，难怪他们在爱上素食之后呢，回到家还会影响到家长一起来吃素。现在他们学会了将香鸡饭做成美味的香鸡咖喱米糕，看起来真的是有模有样哎，说不定回家啊真的会做给爸爸妈妈吃嘞。好喽，我们今天做这米糕已经做好了呢，你觉得我们今天做的好不好看？好好看。要不要吃？要。好，那我们所有小朋友，我们一起来说，我爱素食，好不好？我数到三哦，一、二、三。我爱素食，耶！